家好，欢迎您收看《华育之门》。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今天已经是小年夜了。那在这里呢，赵亮也代表河南卫视《华育之门》恭祝大家小年夜快乐。我要推荐的第一个藏品跟咱们的小年特别有关系。这个藏品是有时候有它，有时候没有。变魔术呢？它是100多年前啊，就是大概那个时候，可以说咱们中国家家户户都有这个，但现如今不一定了，很少有人家有这个。我知道是啥了。什么？耗子啊？老鼠。有时候有，你有时候能看见啊，有时候没有你就看不到了。跟老鼠有关的什么玉器啊、青铜器啊，什么什么，对吧？就是有可能是这个东西。你看，想象力丰富。对，我就说小龙最聪明。怎么着？猜错了。咱们请上来看看吧。来吧。大家好，我叫曹源，来自大信厨房博物馆。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礼物。那太好了，快给大家送上吧。来，请专家们来品尝麻糖。黏住灶王爷的那个是吗？对呀，小年夜就得祭灶吃麻糖。今天带来这个宝贝非常的应景，让大家呢在祭灶这一天吃上了麻糖，那待会儿专家老师必须得上天演好事，回宫送吉祥。我对我们的藏品特别的自信。那我们看看究竟是什么好不好？来，请亮宝。这姑娘带来的宝贝可真不少，咱们一件一件的来瞧哈。这是一件呢，这个是杨家埠的木板年画《灶王爷》《灶王奶奶》。我们博物馆像这样的灶王年画呢，大概有上千种，各种不同的，在不同地区、不同朝代，各种不同的灶王年画都有收藏。这些呢是《灶王经》。《灶王经》大家现在听起来比较陌生，其实呢，它是当时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有的，它是放在灶王像的下面的。我今天带来的这三本呢，最右边这个是大清乾隆24年的，距今也有300多年的历史。然后中间这个呢是道光年间的《灶王经》，这一本呢是光绪年间的《灶王经》。但您今天带来的宝贝，说实话我们也看不懂，它究竟有没有研究价值？我们还要有请专家鉴宝。容万象更出彩，热烈祝贺丹江大观园4A 景区4星酒店定价通过认证验收，要旅游就去丹江大观园。说祭灶，祭灶全家都到，干嘛呢？其实要拜一个厨神，就是我们的灶爷。传统的灶爷灶奶奶，这就是灶爷灶奶奶的像。他是什么神呢？他是玉皇大帝派驻在民间，然后呢观察一家一户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神。他的全名叫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大家看一下这个灶王像，两边两个童子，两个童子抱了两个罐子，一个罐子上面写着一个善，另外一个罐子上面写着一个恶。也就是说，在一年的360天当中，你这一家呢所有做过的善事和恶事呢要积累起来，然后呢玉皇大帝根据灶王爷汇报的善恶呢，对这一家人做出一些扬善惩恶的这些处罚或者说奖励。老百姓呢为了让自己在未来的一年当中过上好的日子呢，要送灶神，就是在今天。送灶神要准备什么东西呢？就像吃饱人上来要我们吃的这个麻糖一样。为什么要吃麻糖呢？麻糖是粘的，见了玉皇大帝之后呢，只能说好的，不能说不好的。如果一旦说了不好的，小心我们的麻糖沾着你的牙。这个灶神像上面呢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对联，上联是这样写的：上天演好事。下联呢是下方降吉祥。然后它的横批是什么呢？一家之主就是灶王爷灶王奶奶。这个木板年画呢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比如说它上面二龙戏珠的这个图案，还有灶王爷灶王奶奶的这种面目端庄慈祥的这种表情呢非常的好。那么这种文化呢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另外一堆东西呢，大家看一看啊，这个书呢特别的旧，里边印刷的这个灶王爷呢是一个拿着护板的一个戴着官帽的一个神仙官的这种形象，上面4个字，什么字呢？灶君神像。这本书呢叫灶王经。灶王经呢是集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教的融合思想，
表达什么内容呢？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么这三本经书呢，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时期，最早的是乾隆年间的，也有晚清的，有光绪的和道光这个时期的。三种版本虽然有点破旧，但是内容相对保存比较完整，所以石宝仁带来的这一套灶王经呢，是一套非常不错的珍品，恭喜您。谢谢高老师，谢谢。好，谢谢。祝你们的博物馆开放大吉，让更多的人了解，好不好？好，谢谢高老师，谢谢。恭喜你获得华语之门的珍品证书，谢谢。我接下来时间我跟你们讲啊，就别看我年纪不大，但是我跟你讲，我对人生看得特别透彻。哦，这人生啊就跟睡觉似的，你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哈。你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接下来先要出场的这位石宝仁啊，他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学习当中。今年他是人到七十古来稀的年龄，但是他却是花了十年时间来学收藏，然后今天他就带了这个十年的这个答卷。那我们就掌声有请这位石宝仁登场。有请。您好，欢迎您。谢谢啊。不客气，来，这边请。我叫刘海清，来自上海。今年七十岁，十八岁插队，二十八岁上大学，三十八岁下海，五十八岁搞敬老事业，六十岁开始学收藏。我今天就是来交大卷的，到底合不合格还不知道。既然您想来我们这儿考试交答卷，那咱得先看看您这卷子是什么样的呀。来，亮宝吧。出来了，这是一件玉器，所以今天要帮您批卷的是我们张爱民老师，对吧？对对对。啊，您刚才说六十岁才开始学收藏，对，对您来说应该不太容易吧？哦，酸甜苦辣，都有，又能学到知识，又能增长兴趣，但是也有打眼上当吃亏的时候，也花了很多冤枉钱，也有的。那说说您今天带来的这张考卷，这是怎么得到的呀？这是我一次网拍上拍来的，这是一件战国的玉乐器。花的钱多吗？花了六万。您看上它哪儿了？这个宝器不是像人家那个眨眼的，它是很温润的光，内敛。内敛的内涵很好。心理估价是多少？也六万吧。希望您能考个好成绩。谢谢谢谢。那就有请专家鉴宝。感谢福森药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抗感三十年福森双黄连。感谢福森源凉茶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稳凉茶和配方，健康饮品，暖又惬意。其实这种玉乐啊，在中国的玉文化起源当中啊，它非常的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期呢就有玉乐了。玉乐呢，它不是礼器啊，它是配饰器，它一般的呢可以单独佩戴，也可以和其他的玉件呢组合在一起，比如说做成一个玉镯配，做成一个项链，啊，这么去佩戴。从诞生的那天起，一直到明清，都有这种玉乐。您这一件呢，两个边缘呢有这种像长城朵一样的这种边饰的工艺，这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典型的造型特点。另外呢，它上面我们看两面都有纹饰，这种纹饰呢就像这种稻谷的种子发芽的这种状态，有个小尾巴。这种古纹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明当中啊，它预示着什么？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这么一种气象，也是呢人们对来年呢，祈求来年什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啊，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的寄托在这个里面。有道理，有道理。我们看这件玉乐啊，它整体都是这种玻璃光泽，如果是新做的玻璃光泽，它是贼亮的，它是张扬的，刺眼的。对对。真正老的玻璃光泽，有了这种氧化包浆以后，它表面的这种光看起来很圆润，对对对，很历练，对，很含蓄。另外呢，我们看从它的这种钻孔的工艺，从它这种古纹的雕琢的工艺看呢，都是这种老的传统的制玉工具。所以呢，其实我们综合了这么两点，完全就可以判断，这一件战国风格古纹玉乐应该是珍品。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我
给他一个保守的估价吧，8万元。好嘞，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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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谢。恭喜您获得华语之门的真品证书。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好的，好，恭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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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谢谢。好，接下来我要推荐这个藏品，它是最难烧制的品种之一，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其色艳若朱霞，它是真万代名瓷之首冠也。来，掌声有请持宝人，欢迎。大家好，我叫李正帅，今年17岁，来自河南郑州。听说啊，你好像有很多的才艺，今天是小年夜，能不能跟大家来展示一下呢？当然可以，因为我平常非常喜欢小孩，所以说就练了一些逗小孩的诀窍。你不就是个小孩吗？ 你还逗小孩？所以说是小孩逗小孩嘛，献丑了。嗯，第一个是可能叫做，我叫他打鼓，就是。哦，这个是一种口技，你也会？谁不会？然后呢，我小时候就模仿唐老鸭它的叫声。哎呦，太可爱了！话说了这么多，你的藏品听说很惊艳。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和父母呢一块去国外玩，然后当时就一下子被它的颜色所吸引了，然后当时听卖家也说这个藏品呢它在中国很难买到，一听这就直接带回中国了，不远万里把它从国外带回来。那我们看看究竟是什么，来，请亮宝。时间的缝隙之中，你是光，历史的坐标之上，你是光，拂过岁月的风沙，映照内心的回答，镌刻世间的万象，叩响历史的殿堂。我是赵亮，我在华语之门为你点亮文明之光。来，请亮宝。果然是非同凡响啊，这件藏品往这里一站，那就是我们中国瓷器的一个代表。这是什么颜色？这个颜色我喜欢叫它超暗红，我喜欢叫它猪肝色。其实我觉得这是个瓷瓶，嗯，然后我又查了一些资料，得知这个瓷瓶它的这个颜色是非常复杂的，要将玉石、黄金、玛瑙这些珍贵的材料磨成粉末之后才能制作成这种珍贵的颜色。我主要想了解就是这个瓶子它为什么当时要做成红色，它的作用还有现在的价钱。当时买的多少钱？当时买的是18万左右。现在呢你觉得？现在我觉得今年小年嘛，喜庆点，那就66万，凑个吉利。好，有请专家鉴宝。感谢福森药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抗感30年福森双黄连。石老师的衣服和这件瓷器浑然一体，对，非常搭。这种单色釉，其实我们中国的瓷器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以单色釉取胜的。原来我们祭祀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夏商周，你看青铜啊是我们的礼器。到了朱元璋建立明代，然后他在洪武2年的时候啊，他就规定，凡祭祀用器皆用瓷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北京啊有天坛、日坛、月坛，还有一个地坛，天地日月四个坛，所以规定天用青，就是用蓝色，然后地呢显黄，用黄色，月为白，用白色，那日坛用什么？红色。对，红色。所以它有一个什么名称呢？就叫祭红。祭红就是这么由来，就是祭祀用的。第二，它的制造工艺，就刚刚回到你的这个主题，就是说它有很多的玛瑙啊、玉石啊磨成粉，那是就是什么传说，其实就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青花是钴料，钴料在氧化这个高温当中啊，它就变成青花。然后这种红色用什么呢？铜，氧化铜，氧化铜也要在高温下还原，它就变成红。这种呢就是什么高温的釉下红釉，明清两代都用。但是呢这个烧造啊确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大家要记住，除了白之外
任何的单色釉在明清瓷器上不可能很均匀的。假如说你碰到一件烧得非常均匀的东西，这件东西一定要当心，就是啊，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为什么小楼刚刚说从他那边看过来的时候，这个颜色啊像猪肝色，可是我们在这个灯底下看的时候啊，也是颜色是不均匀的，上面鲜红色，到下面慢慢的有点偏暗、有点发黑嘛。这个就是跟它烧造的温度和这个釉料配比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还比较鲜艳。所以我们看到它底下有一个什么款，大清乾隆年制六个字的篆书款。另外一点呢，你看这种老的瓷器啊，釉光啊滋润不要说它，这个胎啊非常直糯，很瓷实但是很疏糯，现在的胎比较生硬，因此这件东西应该是乾隆时期的红釉珍品。 Nice。 这件呢就是什么，乾隆时期的官窑，根据它的品相包括这个造型给它一个市场的估价，人民币20万元。好，不错不错，谢谢谢谢刘老师。来，恭喜你获得华语之门的珍品证书，谢谢。我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藏品，它是跟一个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皇帝有关。这个皇帝呢，他是一个开国皇帝，但是他也是一个亡国之君。你这个藏品历史文化比较短呀，对，但距离现在可不短啊，上千年了也。就是要说起他那个年代，他那个时期就是造钱铸币，他如果说排第二，没有任何人敢排第一。让我们掌声有请持宝人出场。好，你好，好，来，欢迎您。老爷子看起来容光焕发，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杜新庄，来自开封卫士人。今年70岁了。他说您带来的是钱，是什么时候的钱？忙钱，忙就是皇帝王忙。劝钱。古代用权，就是莽权。莽权，听明白了，这老爷子是一位权友。说到这个王莽，我们就得提到王莽改制，光这个货币他就改了好几次，总共改了5次，改了5次啊。然后废除了这个汉代的5铢钱以后呢，造出了28个等级的货币，直到把老百姓都捆成了一样。您今天带来的是这当中的哪一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好，来，请亮宝。这两枚，一大一小，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叫什么？这个大的叫大步黄钱，小的叫庄步齐白。你别看它小，但价值比它高得多。那您跟我们说说，您是打什么时候开始收藏这个的？我的工作以前是在供销社收藏工作，就要收这碎铜烂铁，收这废品。收废品？对。这些不会是按斤收的吧？就是当时按斤收，按斤卖的。多少钱一斤啊？就是10几块钱一斤，当时铜子，随铜烂铁。那您可是没少捡漏吧？对。您收了多少枚这样的古钱币？那这有上千枚了。几千枚古钱币。对。您在这当中最喜欢的是？当然就是莽钱，就是这个。就是他们了。莽钱，对。这两枚一大一小，您刚刚说小的这一枚更珍贵。对。那这两枚究竟怎么样？您觉得不错？不错，不错。心里估价是多少？小的就是5万。大的了？大的钱1000块钱。这枚小币看起来真的是了不得呀。那究竟怎么样？咱们有请专家鉴宝。热烈祝贺丹江大观园4A 景区4星酒店并驾通过认证验收，要旅游就去丹江大观园。王莽是一个篡汉的皇帝，当了皇帝之后呢，他其实呢，他是非常有作为的，土地改革、矿产资源的改革、军事科技的改革，还有一个就谈到您的这个币制改革，就是稀释货币，发行一枚钱币可以换10枚老的钱币，这样从这个数量意义上来讲，已经把前朝的货币稀释了。所以这个时期的钱币呢，面值比较大，它小的叫小钱之一，但是它大的呢叫大步黄钱，就是一个这样的钱币可以换1000枚小钱。持宝人带来的这两枚呢，它是异形钱币。这个呢就是翻土地的那个工具演化过来的造型，但是这个造型被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给
毁掉了，都变成了天圆地方的方孔钱。但是呢，到了王莽这个时期呢，他其实发行这样的钱币和平常流通钱币不一样，让老百姓能够意识到这样的钱值钱。我们观察一下施宝仁带来的这个大布黄签呢，它的底旧色确实是水银谷的，在水银谷的上面产生了氧化铜以及少量的氧化亚铜所产生的红色。那么可以很负责任的讲，非常的开门，是一枚王莽时期的大布黄签真品。好，参考价人民币1500元。这个壮布700呢，如果是对的话，它的价格应该在人民币5到8万元。它的底部露出的铜色呢，并不是那种水银谷的氧化铜的颜色，在这个铜的上面也出现了一些绿锈和类似于红斑的这种效果呢，它比较浮，不是落地生根的那种锈渍，没有次第生锈的年代感。所以施宝仁带来的这枚壮布700呢，是一个现代仿品，很遗憾。好，谢谢高老师，谢谢。希望最大的价值最高的那枚不对，好在咱没花什么钱，咱都论斤买的，是不是？对对对。那这一枚大布黄签呢，我们也是有一本华语之门的珍品证书来为您做见证的，恭喜您。欢迎。大家好，我叫黄海，郑州市人，从事职业呢是搞品牌服装销售，业余爱好是搞这些收藏。上高中的时候都逃学去搞，高中开始就玩炉子了。是，那您这可是一下子就玩了40年了炉子了，是吧？今天您这个炉子特别在何处呢？我今天拿着一个冲耳炉，它底下一个款是一个三个字，最后一个字是个“士”，前面两个字不认识。哦。它一带“士”了，一般就是那种私款的，私人定制。对对对。哎呀，这炉子我们节目见的可不少，您的这个私人定制究竟好在哪儿？我们来看一看，请亮宝。宝贝看着是不错，但是哎，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能让你这么有自信？这个炉子啊，它不在于大小，它在于它的做工、形制和手头。哦，这个炉子呢，它三点可能都达到了。手头是有，做工咱也看不懂，看不懂是吧？这是您说的私人定制款是吧？对对对。什么什么是？我们看看啊，你们俩看看什么叫什么什么是？这像是个怀抱的怀，哎，对，就是怀，对吧？这个呢？这是俩字儿，这一个字儿吧，应该是山水怀氏。怀氏什么意思？就是怀里揣着。哎，对，你少来，哎，你揣这个烫死你！不是，就是你手里边一般戴就赵亮这样的手套，放在怀里，对，暖心炉。哎，名字我都起好了。你退下吧。今天你带来的这个炉子也是在老乡那儿收的吗？这个不是，这个是在哪儿得到的？10年前嘛，在古玩城。我从那儿路过，我在门外，其实我都看上这个炉子了。哎，你不能装着很喜欢啊，对不对？人家不好下架了，对吧？当然不能下架。我去那儿，行，就拿个铜盒，哎，铜盒左右而言他，对，声东击西。哦，明白了。谁知击西错了啊？最后绕到这个炉子上的时候，人家比我还远，要了价钱很巨很巨。其实您刚才讲这个古玩城淘宝的过程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这个时候表情管理就格外的重要了。接下来我们请现场的这两位宝物推荐官来演绎一下，一个扮演买家，一个扮演卖家，给我们重现一下这个砍价的过程。随便看看啊，这双袜子怎么卖呢？这不是袜子，这是王莽的套袖，不是从沙豪地儿出来的啊。哎，这个呢？这个你看上了？这双鞋，这好东西，这那个乾隆的鞋，那个拖鞋。老板估计你也没说话，也没什么谱啊。这个破玩意儿多少钱呢？哎，别，你看他上手呢，一说就破玩意儿，开玩笑。我家祖传的，这是祖传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山水怀氏，我家都姓山，就山水。山水怀氏的，对。多少钱吧？呀，看上了，买就多少钱吧？我看我兜里钱带够。你买，你先出出价吧，对不对？你这么着，我也是好卖你了。这就卖了，不用问问价格了，给钱就走。你们俩真的是可以了，谢谢两位。那你怎么得还价呀？
那反正那时候好像是赶到是快过年了吧，他当时开口就要5万，绕来绕去吧，最后38000给他买下来了。38000成交了。对，这件宝贝现在估价是多少？50万吧。38000估50万。哦，来，有请专家鉴宝。龙万象更出彩，感谢福森源凉茶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草本凉茶，温和配方，健康饮品，冷热皆宜。今天呢是小年儿，大家都说辞灶，对吧？那么这种祭祀仪式上就会用到这个器具，所以炉文化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像你今天带来的这只香炉，就是什么一件燃香祭祀的一个专用器具。你知道一只好香炉有哪些决定因素？首先是它这个器型要好，第二款式好，第三是手头，还有什么工艺好。由于集以上这些因素以后，通过传承过程玩炉人啊仔细的盘养，就会生成珠光宝气的包浆皮壳，这些对一只香炉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因素，越老越好。那么咱综合评判一下，这只香炉到底是50块钱还给钱就卖的，还是值你50万，咱就通过以上这些标准好不好。首先远观其形运，它器型比较矮薄，这是时代比较早的香炉的一个特征。再一个呢，收劲如果收的比较缓，在向外翻唇翻的比较线条比较优美的，这个呢时代也会偏早。再加之通过这种漏通点观其铜色和质感，它偏向于什么很亮丽的黄色，这种铜质多用于什么年代？清早期。再观其款式，这个山水合起来实际上不是山水，在象形文字里水字是三个那个，哎对了，有点儿、那个、嗯，那么这个呢，这边表示的不是水，是齐，所以这个字应该是齐怀氏，字体是标准的小篆字体啊，篆刻体。在历史上款为什么值钱？一个是它时代特征，再一个它字形字韵所承载的篆刻工艺的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还有重要的它身份主人的价值。如果名人炉和我玩的炉肯定价值就不一样，对不对？但是爱炉人把一个早期的香炉拿到手上，自己刻上自己的款式是经常出现的，也就是说款式的时代特征未必和香炉铸造完成的时代是同时代。镌刻世间的万象，叩响历史的殿堂。我是赵亮，我在华玉之门为你点亮文明之光。款式的时代特征未必和香炉铸造完成的时代是同时代。那么通过这个款式你可以去查，我们目前能查到的有名的人士都是清代晚期，那么炉形又是清早期的时代特征。综合以上这些特点，应该是很开门的清早期的一只铜香炉真品无疑。好，给出了市场估价是10万元左右。啊，不错不错，仅供你参考。可以可以，谢谢何老师。但是和您的这个想象呢，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也希望您继续努力，继续学习。恭喜您获得华玉之门的真品证书。我接下来时间要推荐的这款藏品呢，是跟一个皇帝有关，大清乾隆皇帝。他曾经花了1000两黄金买了一个物件，腌菜缸。太任性了，人家后来把这个东西啊一清理，发现这一个腌菜缸它不是一般的东西，整个的缸体都是玉的。重多少呢？3.5吨，7000斤的一个玉。想一想，腌了咸菜。我知道，他说的这个呢叫独山大玉海。可是说了这么多，跟你要推荐的这件有什么关系呢？我这个东西啊，就跟独山大玉海呢，就是有一个相似的一个经历。哦，也腌过咸菜。哎，对对。掌声有请吃宝人。
您好。你好，主持人好。华语之门，我来了。好嘞。华语之门欢迎您啊！给大家拜个早年。谢谢，新年好，谢谢。马上过年了，大家都开始忙碌起来了啊。对，您还有空来华语之门鉴宝呢。对，说明您这宝贝不一般啊。他说跟独山大玉海有关系，腌咸菜的。您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看着又像石头，又像玉。那么就是两个字吧。玉石。哦，玉石。腌过咸菜吗？真腌过咸菜。天哪，那我们也看看你们家这腌菜缸会不会也是，哎呀，流落民间的珍宝。来，请亮宝。这咸菜缸可真不小。怎么到你这里就变成咸菜缸的了？上来看一看噻。哎呦，小心，这如果是玉的不得了。但是它上面人物的这个形态啊，哦，这是人物啊，这像八个美女。你看看他四个人啊，上边是一样的，但是你看他们的服装一个一个不一样，你看看，面部相似，服装又不太一样。而且你看看外边真的呢，好像是还有什么镀金的，是那个描金啊，描金的，描金在这上面描金。您自己的你怎么看都好，我觉得一会儿还是让专家看看。对，谢谢两位。谢谢。现在心理估价会是多少呢？你八个美女，一个美女十万吧。那看看这件宝贝究竟怎么样，有请专家鉴宝。刚才我们说独山大玉海啊，在当时是最大的玉雕了。如果这一件是汉代的，我的所知的应该说汉代以前最大的容器。但是我刚才仔细的看了以后啊，我想送你十二个字。前面四个字似汉非汉，刚才说的这个美人像啊，穿的什么衣长袍，有束带，而且呢是右衽，他头上的头饰啊，非常像汉代时期的那种武人的那种造型。另外呢，整个的这个器型呢，它是一个我们元明以后的这种钢的造型，瓷器里面像这种钢非常多，所以呢，我说它也是非汉，汉代没有这样的器型。后面四个字是什么？似玉非玉，看似呢，我们从远处看非常的白，但是我们在观察它的结构呢，非常的松。还有里面的杂色多，没有玉的那种致密温润，但是也有玉，它是汉白玉，大理石。最后四个字是什么呢？它有文无工，文是非常多，而且上面还有文字，但是我刚才仔细地看呢，找不到它任何的工艺的痕迹。那它怎么做出来的？仔细地看，它所有的没有纹饰的部分呢，凹下去的地方它都是麻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酸腐蚀出来的，青木酸腐蚀。所以张老师的鉴定结论是现代仿古，而且是玉造品。好，谢谢张老师。我们相信您会收到一件真品的，好不好？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谢谢，谢谢您。截止到现在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六件藏品已经悉数亮相了，在他们当中会有三件登上华玉之门的珍宝台，会是哪三件呢？有请专家团合议。经过我们专家团的合议，登上珍宝台的有以下三件藏品：战国的乐乐制、清代铜炉、乾隆红釉天球瓶，恭喜他们。有请藏友带上他们的珍宝登上华玉之门珍宝台，祝贺他们。今天是小年夜，让我们再一次送出祝福，祝大家小年快乐。华玉之门，我们下